表不是很详细，写了一个杨志武，不知道是地名还是人名。三的分子，那个是二三的分子，那我们比较多一呢。第一轮的野牛啊，确实不是很精彩，但是从第二轮开始，好像就完全就提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档次吧啊。目前为止没有飞龙，有多组精彩的场面出现。不是啊！哦，拉脚时间好像是要到还是什么的，应该没那么快吧？这个哨子是怎么乱吹？我是中华民族的朋友。
本地牛第三轮，我们石林有一组内战，就是来自红牛战队白龙滩的50号赛牛对阵来自射波的67号神抠。这一组的对决也是非常精彩。3个1这头赛牛，我们报名表上没有，刚才没有这头赛牛的信息。师傅好了，来。18号这头赛牛是来自弥勒大坛子的赛牛。3元花钱。是。你自己说呢？刚才那一拍非常给力，你看牛的整个一个牛的甩出去。两头赛牛拉脚时间应该快到了。没人问我这个衣服。他说都把这是他说了更慢着了把多久吧好时间到刚才好像3个1是被18号抠到了那个。这一组一旦接脚的话，就是6分钟的打到了。